今日嚟行獅子山。哎呀，經過我哋天與地之後，我哋喺呢度相聚啊！熱愛運動嘅陳婉恆最近就同閨蜜簡淑儀同埋朱志賢行獅子山。早前佢同朱志賢一同拍攝探險節目《天與地》，喺正式拍攝之前就要到獅子山進行一連串特訓，更加要喺山上面遊繩。今次是重游昔日的特訓地點。天氣雖然開始轉涼，不過陳婉恆無懼寒風，穿上性感的運動內衣，衣著相當清涼，